Hello，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兜糖王国，我是你们的嘟嘟姐姐哦，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喽。小朋友好，我是芭比贝贝，很高兴又跟小朋友们见面喽。小朋友们想贝贝吗？贝贝非常想小朋友们呢。今天贝贝要跟朵拉出去玩，小朋友想跟着一起来玩吗？欢迎大家的加入哦。在出去之前，贝贝要换衣服了。小朋友看一下贝贝这身衣服怎么样？这是一件蓝色的裙子哦，上面有很多小亮片，是不是非常漂亮啊？但是今天贝贝不打算穿着这条裙子出去玩哦，贝贝要换一件裙子，因为这条裙子昨天已经穿过喽，贝贝要换一条新裙子穿哦。小朋友，等贝贝一会儿，贝贝马上出来，给大家一个惊喜哦，不要走开。小朋友是不是等得很着急呀？贝贝回来喽，看一下贝贝这身衣服怎么样，是不是超级漂亮？这是一件紫色的抹胸裙哦，看一下下面是粉色的哦，还有很多冰激凌呢，看一下是不是非常想吃一口呢？看我中间还有一个紫色的蝴蝶结哦，可爱吧？今天贝贝就穿着这身衣服。出去玩了，小朋友觉得合适吗？转一圈让小朋友看看，贝贝今天美美哒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看一下表，哦，时间不早了，估计朵拉该等我了。小朋友们，我要出去玩喽，想跟贝贝一起来吗？我们一起出去玩吧。朵拉，这外面的风景真的好漂亮，是不是？是的。贝贝，我们再到前面去看一下吧。好的，走。哇，朵拉，你看这里还有蘑菇房呢。哇，这是一个红色的蘑菇房。哇，贝贝，你想不想住进去？好想住进去啊！朵拉，你呢？我也想住进去。可是这是别人家，只能想想了。哎，我妈妈说下次带我住进蘑菇房哦，她说可以借住在别人家里。哦，那下次朵拉我叫你一起来吧。好的，走，我们继续到前面去看看。朵拉，你走慢一点，我追不上了。好的，贝贝你快一点。贝贝，你今天穿的高跟鞋是吧？是的，所以走路走得慢。朵拉，你要走慢一点哦，跟不上你。好的，那贝贝你小心一点啊，不要崴了脚哦。好的。哇，前面是，站住！打劫，快点，把身上的东西都取下来。海尼，手上的项链都取下来！哇，朵拉，我好害怕，好害怕啊！不要怕，贝贝，我保护你。你想干什么？这还看不出来吗？笨蛋，小孩，打劫，快点把你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！可是我是小朋友，我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。你看，你手上有条手链，快把手链取出来！我这条手链不值钱的。可以给你，还有把身上的钱包拿出来。我没有带钱出来啊，没带钱出来，鬼才相信你了。快点，拿出来，要不然，嘿嘿嘿嘿。我们是小朋友，哪有钱呐？快点把钱交出来。朵拉，我好怕呀，我好怕呀，怎么办？我想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在哪？不要害怕，贝贝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好吧，你不要伤害贝贝，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你。快点，那把东西都取出来吧。好的，你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就把我的东西都取出来，你不要伤害他。
噔噔噔噔噔，你在干什么？哇，奥特曼呢？快看，朵拉，那里奥特曼出来了，他肯定是来拯救我们的。你是谁？竟然敢打扰我打劫？你竟然抢小朋友，你还要不要脸啦？哈哈，啊！你怎么会这么厉害？哼，看你抢小朋友，看你抢小朋友，抢小朋友！快点滚！大侠饶命啊，大侠饶命！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滚！两位小朋友，你们没事吧？哇，奥特曼，你是奥特曼吗？是的，谢谢你救了我们两个，谢谢谢谢，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们两个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特别是在这个野外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哇，你刚才好帅呀！我走了。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奥特曼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小朋友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你可不可以跟我合个影啊？你太帅了。小朋友不能和你合影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贝贝，贝贝，你别走远了，小心有危险啊。哎，朵拉，奥特曼怎么跑得这么快？我还想跟他拍个照呢。嘿，刚才他真的好酷啊。我们走吧。我们回去吧。万一前面又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办？哎，朵拉，刚才谢谢你哦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可能……不用谢，贝贝，我们是好朋友嘛。走，我们回家，我把你送回去吧。朵拉，你真好，谢谢你。走，我们回去。朵拉，等一会儿，我们不是答应了猪爷爷跟猪奶奶要去看他们两个的吗？现在回去的话，他们两个会不会伤心啊？可是贝贝刚才遇到抢劫的，我怕前面还会有危险的。我想应该来了一次不会来第二次吧，而且猪爷爷跟猪奶奶的家马上就到了，我们去看一下他，然后我们两个电话要妈妈过来接，这样不就安全了吗？好吧，等会儿打电话给阿姨，让阿姨过来接我们两个。好的，好了，我们去看猪爷爷猪奶奶去了。走。不过贝贝你要小心一点哦，待在我旁边不能走远哦，万一又遇到抢劫的可就糟了。没关系，反正有奥特曼在保护我们啦。也是，好吧，我们走吧。哎，猪爷爷猪奶奶家住得好远呢，下次我们把猪爷爷跟猪奶奶接到城里面来住吧。估计他不会喜欢住到城里面的，猪爷爷猪奶奶在乡下住惯了，偶尔把他接到城里面来可能还好，要是经常让他住在城里面，他会不舒服的。好吧，走，我们以后经常来看猪爷爷猪奶奶怎么样？好的，以后你要看来看猪爷爷跟猪奶奶，记得跟我说，我陪你一起来看。好的，走喽。小朋友们，更多视频可以在下方订阅我们兜唐王国，这样就可以成为我们王国的小公主或小王子啦。也可以拿起手机微信添加公众账号兜唐王国，还有机会获得王国的公主或王子版勋章哟。